狼主。进来。怎么了？我有一个关于月氏的秘密，有关十七娘的安危，狼主可想知道？拿来。若您想知道，就先告诉我我想知道的。崔氏、月氏、燕氏究竟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和我阿娘有什么关系？月氏究竟是何人？我看你现在翅膀硬了。啊，你现在敢跟我谈条件了？拿来。我知道，飞天象在岳家。飞天象在岳家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先告诉我我想知道的。拿来。连家飞天象，告诉我，拿这个耍我，要干什么？这么恨岳家，那为什么还要娶岳云秀？你要对岳家做什么？崔家也好，岳家也好，他们都得死。那岳云秀呢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此事与你无关。岳族长给他下毒，里面是软金散。岳族长要毁了他的手，